家好，我是欣欣，就是非常荣幸来到这边推广我们两广的荔枝。哦，你弹那么高泡泡呀？哦，爸，怎么样这个荔枝？嗯，好甜啊。可能南方的有风照着北方的风。哎，辛苦啊，喝水。站在你那边站住了，辛苦辛苦。站在你自己那边站住了。站在你要谢谢美女，不用谢的，不要谢的。大离鸡要人工，辛苦要命，辛苦要命喽。我也是农民。你不是人？不农民啊，我在家里面放牛。阿姨，你家果种了多少年了？22年了，22年了。阿姨有没有儿子？有啊。结婚没有？两个孙子都很大呀。这是阿姨推荐的桂味荔枝，这个口感是纯甜的，有淡淡的桂花香，它的肉质脆嫩多汁，又滑又嫩，越滑越嫩。这么辛苦，阿姨好大方，好大方吗？嗯。你好吃吗？嗯，好吃。但是我比其他要好吃一点哦。帮我放一下，好。帮我。